Hờ, đi qua kẹo đen à?好，一定会。好，今天我们学的是第三天，第三课哈。你工作忙吗？哈，好，今天你就不忙了哈。好，我们今天学的内容是有个五个部分哈，复习、生词、绘画、熟读并造句啊，造句。第五是绕口令。好，那你可以重复一遍我刚才所说的内容吗？啊，看字，绳子、软的棒，生词不是生词，生词，词，对对对，生词，生词、软的棒，飞花、蓝红白、蓝白，绿的，熟读并造句。句，再来，冰雕锥了，搞飞机，搞飞机，搞火锅，不是不是，造句句造句句，叽叽叽叽叽的声音，句造句，雕锥。熟读的啦，我们到噜啦克噜啦克啦读到吗？啊，冰，这里的冰是和的意思。总和呢？我和你啊，造句，造句是把一句，把那个动词、名词怎么接起来成一句，再来打勾哈，再来打 blue lab 把它勾，打勾，好了，打 blue lab 打勾，明白吗？好，第五是绕口令啊，绕口令就是昨天我们有念那个绕口令啊，出，不是他，如果差不多越南语的，就是老呗，啷个老啷个呗嘞，啷个啷个嘞，那种的，那个就是练习发音啊，汉语它叫做绕口令，因为什么那个口啊，要绕啊，要练习的发音正确的，好。所以哈啊，你因为这些词我都常常说哈，所以你注意也是练习自己说一遍啊。现在我再讲一遍，然后到你再模仿一遍，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啊是复习生词、绘画、熟读并造句、绕口令。好，到你。今天我们学内容，复习成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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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绘画，那熟读并造句，熟读并造句。对，绕口令，绕口令，好，下次我加那个拼音上去给你哈，这样比较好。好，现在我们练习第一个的就是字母表哈，好，不看念字母，看看还记得吗？声母23个。不不，对，不不是不是，可能你还没有。那现在你先啊，等一下，先看看这念啊，然后先看一遍好，然后再来摸摸看哈，不不，好，开始。
u 不是 y， 嗯嗯，好，记得这个是 u 哈。好，现在不看读看看，说错吗？今天呢，记得这个是晕哈、啊，好好有进步。好，现在我们就语音练习哈，语音练习就是啊，读这边过来哈，这两个音哈，然后读完了话，我们就会听写这些啊这些字的拼音，写拼音，好不好？好，请读。走路，走路，不是走，走，滋滋滋的滋，走路，走，嗯，嗯，出，
再出发。收入。MC。演戏。出车。好。哦，这个就是上次漏掉哈，所以昨天还没有读这个，所以这个再读这个一遍哈。走路哈。走路。出发。收入。练习。演戏。出色。好，那现在可以开始听写吗？还是要再看一遍？可以了哈。好，那你写在，现在你就写在绘画框那边哈，写拼音就可以了哈，就不用写字。好，第一个，布告，布告，布告。布告，好，第二个，前线，前线，前线。前线，好了哈。第三个，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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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五。第三个到第四个哈，演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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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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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出发。好，第六。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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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七，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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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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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第七了哈，第八。第八，鸡心，鸡心，鸡心，哎，好，第八，鸡心，鸡心，急性鸡呢？心，鸡心，鸡心，鸡心。鸡急心，性，鸡心，急性还是急性？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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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心。鸡心可以了吗？好，第九，罢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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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听，罢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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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十。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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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走路，走路。好，那你想，等一下，等一下，把这个放大一点。好，第一个哈，第二个长还是布告，布告，布告，你这个是什么？布告，布告。是不是？而且这个布告，布告是第四声的，记得第四声是告告布告告告，它听起来的声音不一样的哈，所以那个第四声跟第一声注意一下，它有差的，你多听它的音，你会慢慢发觉的。好，第二个前线哈，前线，前先先。你这个又是那个第四声跟第一声，这个是前先，前先，那个是第四声什么？前线，前线。哦，对，有差哈。第一声是先，第二声是线，线。好，有，因为先，如果你说错成那个线成先，就是它差别的意思也很多哈。先就是就。就可以哈啊，我先说啊，本来就呀先就是先，但是现然那了咁样，那我们可以了咁样哈，所以两个意思差很多，所以发音错会引到人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就是这样哈，所以第一声跟第四声啊，下次给你多练习。第四声跟第四声。
哦，对，因为还没有习惯的，慢慢，我一开始也是学到很乱的，就慢慢听多了，就会慢慢分别清楚第一个日正是怎么样的。好，第三啊，教室啊，教室啊，这个事实，第二声是不是？这个叫对了，叫哈，这个事实啊，教室是第几声？是，你听一下，教室，啊，第四声，哈，这个也是第四声的。好，第四个是什么？现在看看，第四个叫演戏哈，演戏，这个戏。戏，然后还有这个，你写的是什么？诗，是不是？诗，因为你分别 c 就是一就是 c，呃就才是下面一行的，哈、啊，所以这个是演戏，那个声调也错了，这个是 c 是第四声哈、啊，演戏。演戏啊，演戏。第五是，看看，出发哈、啊，出发对哈、啊，出发。第六，杂志哈、啊，杂志对，杂志也对。第七是 C 声啊，C 声，这你这个是什么？七声。可是声，第四是什么？声，胜。第四声要读胜，还有这个声是第一声，C 就声调对了哈，C 声，所以这个声母错跟声调错，C 声哈，还有你刚才你写的那个是七声，这就是音有差，第八是哈。八，不是，在哪里呢？第八，鸡心哈，鸡心，你这个心姓，你这个姓，没有歌，对，第一个是，而且心是心信心行行信啊，这个心也是第一声哈，心，你就记得那个心很容易啊，我的心会什么？那首歌有什么？那首歌什么？忘了呀。那首歌也是哪？那首歌。我的心乱了。我的心太乱啊！那首歌。我的心太乱，知道那首歌吗？知道吧？那也是什么啊？张哥。哦。对。就是我的心太乱，那时候是谁唱的那首歌的？忘了，好像是任贤齐，好像是。鸡心哈，第八，好，第九是罢课哈，罢课，你这个什么花哈花，这个不是课哈，罢课，课要课是。韵母是什么？哈，啊，罢课，这个是科，第一声是科，所以正确是第四声，罢课，走路，对，走路对的。好，那现在啊，请读一遍哈。前线，教室，演戏，出发，杂志，牺牲，
生，鸡心，鸡心，罢课，罢课，走路，走路。好，那你记得分别第那个高第三一声跟第四声了吗？你念念看那个高，第一声是怎么念？第一声的高是怎么念？啊，第四声。啊，还有那个限制第一声。这里，在第二个，第二个，第二行。变。啊，先变。变。嗯，我指一个字，你读它的第一声跟第四声哈。好，这个是。是。嗯，对。C。C。嗯，对。啊，这个声。声。上。嗯，啊，第四声要上，对哈。这个心。心。嗯，刚才这个是刚鸡跟七，你错哈，所以鸡七七七七，嗯，鸡鸡不是鸡鸡鸡七鸡七，嗯啊来七，嗯，你记得哈，这个如果他你要听他的声音是一还是二哈。刚才有你会有说写错是呃的声哈，这个一一，好，那就是啊鸡鸡鸡的鸡哈，好，课课，第四声课，嗯，怎么，嗯，课，啊课课哈，课第一声是课课。好，那我们继续。好，还记得这个吗？念念了。记得。猪。不是猪。初初。初。嗯。初一吃素。嗯。初二吃素。嗯。初三吃素。猪吃猪素，吃不是吃吃，嗯，吃素，嗯，对。初五吃素，嗯，初六吃素，猪初鸡鸡吃素，初八吃素。初八不是八，八吃素。初八，八啊八对。初九吃素，初十十。初十。等一下，读到舌头都乱掉，是不是？就跟着，不是你练习这个，你就记得那个他的声音哈。初要是猛，就是要初一、初二、初三哈，不是一初二、初三、初这样是错哈。好，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石大，白塔，白塔，白塔，白石大，大好，白石。嗯，好，这边就读到比较顺哈，这边就是常常打舌头，这边连是大陆的那些明星啊，他们在玩这个绕口令啊，也是很难，因为绕口令的速度什么，它要是快也不能慢，绕口令这个就是要因为你练习，所以要读快，不能一字不字，所以读快的时候就常常打舌头，那改天我拿个影片给你看。很好笑的，好，这些就是今天的生词，应该你都学过了哈，好，练习一下。
好，请说。工作。忙。呢。不。记得这个音。对对。太累。哥哥。姐姐。这些字的意思应该都懂了哈。好。好，继续。弟弟妹妹。第四声。妹妹。妹妹。约明天。今年。零。好。好，现在我们听一下这个影片哈。你注意看他们说什么哈，我听不及我们再可以听第二次哈。你好，你工作忙吗？很忙啊，你呢？我不太忙。他们说什么？你工作忙吗？很忙，你呢？我不太忙。那你讲讲看，他们这样两个人这样的对话，他们的猜他的关系是什么？同事啊，学生跟老师啊，还是朋友啊？是同事啊。哦，同事，好，很好，不错。您早，老师好。你们好，老师忙吗？很忙。你们呢？我不忙。我也不忙。他们说什么？他就是同学啊。不是，他们说什么？你要听我问什么？他们说什么？就是他们这样的动作叫做什么？好像我先看你到你，我说啊，你好，早。那这样的叫做什么？他叫这个是说问候，还他们讲话。问候，所以这个对话，他们是在互相问候。昨天记得那个吗？互相问候，啊，讲好了没有？好，记得哈。所以，前面那个影那一段也是这样，他们也是互相问候，哈，因为只是问啊，你忙吗？啊，你忙不忙？然后就走了，就没有再说什么。其实那个问的忙不忙，只是。看见你不然就是见到你就不说什么，这样很奇怪，所以也要稍微问候一下。宝贝，有没有弄个高啊？然后你身体好吗？跟他讲话怎么高好一点嘛？讲好一点好，他们的尿哈，那你讲来别人还有什么尿嘛？他们可以喝自己的嘛？那这个了，给他你也来也你高讲好，可以跟他搞一下，互相问候或者问候都可以。那这段第一段跟这一段也是一样，也是内容主要就是问候啊，两个字的问候哈。所以下次我也问你，你就记得哈，他们在做什么？内容主要内容是什么？问候，明白吗？或者问候都可以哈。那这两个人他是什么？他是老师吗？是那个？是同事吗？同学。啊，同学，就刚才那个人，他们两个人打招呼那个人呢？那个人是谁？老
老师了。好，那个老师，好，这个是学生哈。好，继续。刘金，你好。你好。爸爸，爸爸身体好吗？他们都很好，谢谢。他们说什么？他们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两个字。温涛。啊，对。陈玉坚，然后温涛。嗯嗯。爸爸妈妈身体好吗？啊，谁的爸爸妈妈？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哦，那个男的，好。那个男的什么名？叫什么名？你记得吗？什么名？刘啊？啊，刘金。刘金。刘金哈。刘金啊，刘根哈。可以哈，你听听得及哈？因为这里很努力，我就到我听得及呀。嗯嗯。好，那我问你，昨天你工作忙吗？我直接问你了，不是这个内容，你随便回答。昨天我工作很忙。嗯，那你累不累？我也很累呀、啊。嗯，哦，很累。那昨天是不是很早睡觉？对，我很早睡觉。哦。可能九点啊、睡觉了。哦，那睡到9点了上吗？对。哦。那这样睡饱了，懂得睡饱吗？就是睡够的意思。睡饱了，睡够，睡够，嗯，那个牛牛饱就是啊，我吃的很饱，啊，对对，所以他的，啊，他的意思也是睡饱也可以的，那个牛牛，牛牛很容易，好，对对对，所以今天你的精神来看，比昨天好多了，好，我们。没有睡一点呢，如果中午可以睡一点就好了。哦，中午没有睡吗？中午没有休息吗？没时间，我没睡呀。哦，所以就中午没有休息就比较累的。下午很累。嗯，好了解。那如果有时间，最好安排休个5分钟、10分钟也好的。我也习惯了，因为其实习惯的话，你某一天你不睡的话，就觉得很累的，好像是像是一整天，晚上不睡觉的那样的。我也是这样，我习惯了，至少我要躺个5分钟也可以哈，5分钟，对，躺个5分钟也其实没有睡的，但是觉得哦，那然后就觉得很好的，不然的就好像是很累的，像是缺了睡觉了，晚上没有睡觉那样。我睡一点就很好了。对对对，好，我们继续第四个部分哈，熟读定造句哈。熟读下列词语啊，定造句。下列哈，下列就是啊，留言。列了你们看不看了下列了你们得了一个了你们给我们留言哈词语哈词语的你们给我哈你给我们的定造句哈把它告诉我们的路拉不老头你给我们的来到好那请你读一遍这些字应该你都懂了哈不好嗯不太好也很忙都很忙都不忙，不累，不太累，都不累。如果哎，等一下，按错了。现在不看来念好可以吗？可以呀、啊。
好，那是他。那我过，好，那你读一下。读白字，对，对吗？啊，对对，不看不看字啊，读。不好，一开始是不好，嗯。不太好。嗯。都太了，都太好。好吧，不是，到也很忙。啊，也很忙。嗯。太呀。都很忙。也很忙，都很忙。嗯。都不忙，都不忙。好，不记得可以先看一下哈，都不忙。都不忙。嗯。不累。都不累。嗯，所以可以记住这个，就是不好也可以加个太字哈，啊，不太好啊，也很忙啊，所以用都很忙都可以，都不忙也可以。因为有些字是根本是不能用不，而是要用没哈。这里的话就是这个忙这个字可以用在不，这个累也是不累，不太累都不累。嗯，这个三个字就是忙，这个三个字是好，那后面三个字就是累。哦，然后再加你就记得这个不太好啊，都不好，这个也很都很啊，都不。不太好，再来一遍哈。不好，嗯，都不好，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不到忙，到忙，到，嗯，不忙，不太忙。不累，嗯，都不累，好，可以。那现在你把这些词造句，你的手机可以打汉字是吗？好，那你打在大楼那边也可以。好，你把这个字啊不好，你造成一句。好，啊，全部这个两八个，这八个不好，不太好，也不忙，这些都造句哈，造成一句。嗯。不是，造句，来你们打开，我告。没有呢哈，啊，我昨天，我今天打的，啊啊，不好，是不是？嗯，对，造成一句的，不是在打字哈。累呀，嗯，啊，也不太好啊，也很忙，
好。好。我今天身体不好。好，可以哈。我的手不太好。嗯，都可以。老师昨天也很忙。就是你打字你都不看清楚，记得下次要发出去之前你都要看清楚，不然你打错字人家就会误会的哈。昨天哈、啊。就是对，要打好的要核对一下哈，因为同音的字很多，是特别多的，所以要核对一下，也很忙啊。现在我们都很忙，嗯，也可以哈，我们都不忙，这个门对吗？是不是这个门？门。我们啊，对对，要人字旁的门哈，这个，嗯，这个，对，这个门啊，这个门就是啊，我看，对对对，啊，我们的要有人字旁啊。我看不清楚啊。嗯，我的工作不累啊，可以，我们这个也是哈。我们去玩很开心，也不累哈，也不累啊，这个也是门哈。我们走路不太累啊，都可以啊。原则上造句是可以，只是打错字而已哈，所以下次注意哈啊。因为音啊，音就是同字同音词很多的，所以要多注意。好，那现在我们也听写练习这些字一下，好不好？哦，练习这个绘画吧，这个那个，你看看我在念哪一段，好不好？好，就是练习打汉字，这次看清楚，好不好？好，你爸爸妈妈工作忙吗？不是不是，打汉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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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就是我念我说的那一句，你把我听起来，你写打汉字出去。可是我打手机啊。对对对，打在家电脑那边哈，要看清楚哈，要看字清楚哈，就是看你认字如何哈。工作忙哈。不用不用，我说我念什么，你就写回我那句话就可以了，不用不是回答。嗯，我爸妈工作不太忙啊，不是，我意思是说，mình nghe và viết lại。nghe và viết lại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trả lời câu hỏi ha ha ha. Nǐ bà bà má má gōng zuò máng mà. Gōng zuò. Gōng zuò máng mà.嗯，好，可以。他们都不忙。谢谢。他们都不忙，谢谢。他们都不忙，谢谢。你呢？你身体好吗？你呢？你身体好吗？
很好。你工作忙不忙？你工作忙不忙？我也不忙。我也不忙。好的，再见。好的，再见。好，可以。这些汉字你都打对哈。啊，这次个门有换过门了哈。好，那今天礼拜天你打算做什么？我还要上班吗？没要上班，照顾家哦。照顾家里。到年了。收啊，对对，打扫收拾家里的东西。就是做家务就是了，让里面啊家务。所以我今天很忙，我要做家务。他说：“哦，好的，好，那也多注意，多休息一下哈。”好，我们下一节见。好，再见，周末愉快。好，有什么问什么？平安哈。平安了哈。我帮你问问看。好。有什么我再信息给你。好。谢谢老师，拜拜。好，再见。